Yeah.
like a rocket taking off. For the battle you have won, breathe in me. Just to rise and standing up, life awakened through your love. For the battle you have won, breathe in me. Sticks and stones may break my bones, but only you can make the bones come alive. Sticks and stones may break my bones, but only you can make the bones come alive. Only you can make the dry bones come alive.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回到来 Firelight 青年崇拜。你预备好一起来敬拜还有经历神了吗？那么今天也是我们的圣餐崇拜，你预备好你的饼还有你的葡萄汁了吗？如果还没有的弟兄姐妹可以稍微去做一些的预备哦。好，就在此时，就在此刻，无论你是透过 Gather Town 或者是透过 YouTube Live 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线上崇拜，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可以通过下方留言，在我们的 Chat Box 当中一起彼此互动，或者是在 Gather Town 当中，弟兄姐妹可以开一下你的 Cam， 或者是你可以开你的麦，彼此的欢迎，让大家在这个冷漠的这个网络上感觉到一些的温暖，一些的温度。同时呢，在这段欢迎的期间或者欢迎的时间当中，你如果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当中 Firelighters 去看看我们的一些的资讯，来更加认识我们，也看我们最更新的一些消息。那么此话不多说，让我们透过一节的经文，我们的宣召经文来开始今天的崇拜。经文取自于诗篇98篇4至5节，大家请听我念。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要仰声欢唱歌颂，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 Amen。 大家好，很开心我们又能够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记得，我们虽然不能实体的在教会崇拜，我们仍然是同心一起的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不是各自自己的在敬拜神，我们乃是同心合一的歌唱赞美他。所以好不好，让我们现在一起来歌颂上帝的慈爱。最高，你爱最宽广，你爱最深，你爱不自禁，你爱最高，你爱最宽广，你爱最深，你爱不自禁，你爱最高，你爱。
虽动摇，地虽改变，上帝的爱永不变。我们最近有没有时间慢下来，注意他对我们的爱，经历他的爱？我们有没有花时间亲近神，更认识他，学习聆听他的声音呢？还是我们是靠着自己，照着自己的意识来过每一天？我鼓励你用这段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敞开你的心，邀请他向你说话。感谢神，我们不是无助的，他给了我们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唱这下一首歌的时候，邀请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改变我们的心。圣洁，圣洁，圣洁。
心。There's no greater love than this. Your glory is revealed through your perfect love on the cross. And we continue to look to you in this pandemic. We all have our own struggles and fears. But Lord, help us to hold on to your glory, to your goodness. Go before us, you shield us, and we are safe in your hands no matter what happens. Lord, will you help us to seek you, because we often do not have a right understanding of you. Will you open our eyes to your glory and your beauty? Help us to taste and see are good, to taste that in our everyday lives, and to know and enjoy our blessings as your children. Help us to treasure you, to delight in you, to be satisfied in you. We thank you so much. In Jesus' precious name we pray. Amen. 好，此时让我们一同来宣认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如果预备好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念。三、二、一，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此时到我们的奉献的时段。那么，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参与我们奉献，或者是你还没有信主，不理解有关奉献的事的话，那么鼓励你可以稍等，也同时就理解奉献是什么。那么奉献是我们信徒对于神一个感恩的回应。我们相信我们的父是我们的供应者，无论是我们的身心灵的需要，他都必供应。好不好，鼓励弟兄姐妹可以透过这段的时间来反思，
来向神来祷告，献上你的感恩。好，如果预备好的弟兄姐妹可以透过荧幕上所显示的 QR code 或者是银行账号来进行奉献。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这段的时间当中，虽然经历非常多的这些的患难或者这些的挑战，但是主啊，你是依然是信实的，你的爱从不离去我们，你的供应也从不停止。谢谢父神，在这段的时间当中，你的灵在当中一直的引领我们。主啊，我们此时把我们所奉献的这些的感恩，这些的金钱献上，求你继续的大大来使用这些的金钱，来继续扩展你福音的事工，孩子继续的将 Firelight 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向你献上，无论是在工作的或者是在读书的，主啊，你都透过他们处于的这个环境来使用他们，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的名求， Amen。 好，话不多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讲员恩年牧师。他的讲题是小心仿冒上帝的恶者， Beware of the fake God。 经文取自于启示录13:11-15，我们请恩年牧师。亲爱的 Firelight 的弟兄姐妹们，愿主的恩惠平安与你们每一位同在。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了启示录12天上的征战，天使米迦勒和大红龙撒旦征战。我们也提到了撒旦是从何而来，那如果没有听到这条信息的，请上 YouTube 去听一下。今天呢，我们看的是13，要看的是撒旦如何在世上运行。那基本上呢，撒旦是用骗的。耶稣曾经说过，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上个星期我们也谈到，撒旦就是那个迷惑普天下的。如果他说实话，他说我就是要拉你一起下地狱的魔鬼，我看大家都会跑掉了，对不对？但是呢，他骗你说我啊是给你好处的神，那也许就会有人上当了。当人受到迷惑，他就能够操纵这个人。当受到操纵的人多了，他就有很大的势力来在世上兴风作浪。所以启示录的12:13呢，用了比较象征式的方式来形容对抗上帝的魔鬼。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这个大红龙撒旦，对吗？他已经被打败，摔在地上，要攻击神的选民。13呢，提到另外两个角色。1-8提到从海中上来的兽，然后11-18从陆地来的陆兽。龙和这两个兽呢，结合成为这个恶势力。哇，听起来感觉好像有点像 Godzilla 的电影的怪兽，对不对？从海里浮上来啦，从地里冒出来啦，很可怕。但是呢，他们影响世界的方式呢，不像那些怪兽那样，
把人踩扁啊，把城市的大楼啊打烂啊，而是他是迷惑普天下人的。而且啊，我们看到魔鬼呢似乎在模仿着上帝啊，撒旦仿冒上帝。那我们晓得耶稣他是上帝的羔羊，他有这个羔羊的形象出现，而这个兽呢也有羔羊的角哦。第十三章十一节说，我又看见另一只兽从地里上来，它有两个角如同羔羊。那在一些国家呢，有一个邪恶的组织叫做撒旦教会 The Church of Satan， 据说他们的标志呢就是有角的山羊。另外呢，耶稣从死里复活，显明上帝的能力。那这兽呢，也有过致命伤，而且呢，被医好了。第三节说，我看见兽的七个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致命伤，那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很惊讶，跟从了那兽。这里指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很清楚，也许事件还没有到，大家拭目以待吧。还有呢，受耶稣宝血拯救的人有羔羊的印记，我们谈过了。兽呢，兽也有他的印记。第十六节，他又使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打一个印记。这样，除了那有印记、有兽的名或有兽名数字的，都不得买或卖。那数字是666，哇，666，我们最后会来看这个666是什么意思。那很有趣的，更加有趣的是，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而这个恶者呢，也来搞一个三合一啊，大龙、海兽和陆兽。那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为哈，撒旦就是样子很可怕啊，像怪兽啊，或者是啊头发牙齿长长的鬼魂，看到他快点跑啊，而忘了他其实呢是在人们的欲望、世界的潮流还有文化当中来运作，他可能很有吸引力哦。单单模仿上帝不能达到什么目的，唯有当人们真以为他就是神，以为他可以给人们所渴望的，他就能迷惑和操控普天下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人性渴望什么，撒旦可以给人什么东西呢？操掌控的权柄。好，那这个海中上来的兽呢，在圣经的这几节的形容里面呢，它是什么呢？第二节说它有能力和权柄，说夸大亵渎的话，迫害信徒，名字不在羔羊生命册的人都要拜他。哇，这强大的势力是什么呢？有人说那是过去的罗马帝国，因为当时呢他是最强的，而且呢凯撒皇帝啊自称为神，并且极度的迫害基督徒。那现在有这样子的强权吗？其实啊，一直都有，不管是局部地区的，还是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每一个强权，掌控者的出现呢，都会带来杀害跟毁灭。在过去的一些的大战，大的战争中，我们看到有像拿破仑啊、希特勒，他们想要称霸天下，掀起了世界性的大战。那不久之前，伊斯兰神权国 IS，我相信大家还有点记忆，他强制人改教，并且杀害了许多人。那现在呢，美国正想要从阿富汗撤军，对吗？人们就担心了，这股势力又在趁机崛起。还有呢，现在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呢，是由军人统治的，那打压人民的民主自由。其实呢，在过去，基督教也曾经被掌权者，这些皇帝来利用，来打压异己，把反对者呢冠上异端的罪名 heresy，然后就加以处死。
这真的是过去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些不光彩、啊、罪恶的事。在历史上呢，拥有强大的权柄，以暴力迫害人的事真的是层出不穷。这些事呢，都有海兽的影子在里面。这些人呢，不一定是被魔鬼附身的，但他们充满着掌控的欲望，被魔鬼来利用了。一个贪图权柄的人呢，会想尽诡计，用尽手段、啊、甚至杀人、啊、来得到他。这种人呢，就是圣经所说的跪拜海兽的人了。其实权柄的争夺战也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周遭，不是吗？不知不觉，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那掌控者。比如说，在政治，在社会，我们处处可以看见要掌控权柄的人。那在有些的公司，可能这些的上司或老板呢，仗着他有这个权利呢，作威作福，动不动就说扣薪水啦，炒你鱿鱼啊，来掌控。那夫妻或者是亲子之间呢，有时候呢也会有这种争掌控权的时候，想要来改变对方、哦、可能男的、啊、比较有力的时候用高压的暴力、哦、说不服我我就用拳头，女的呢也许用情绪勒索、哦、不依我我就跳楼、啊、有时候呢真的可能会发生一些的悲剧。那圣经呢，圣经有谈权柄吗？有的，圣经的权柄呢，和恶者仿冒的完全不同。圣经的权柄呢，是要造福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就好像谁呢？就好像旧约的约瑟，对吗？他成为宰相，有了权柄，可是他救了许多的人，免于饥荒，免于饿死。圣经的权柄呢，是一个管家的一个权柄，是上帝委托人管理的，主权呢在上帝，所以要按照上帝的真理来管理，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掌控。因此啊，身为管理者很需要与神亲近，体会神的心意去带领。如果没有认真读圣经、崇拜和祷告，我们的心是很容易走偏的。那圣经的权柄呢，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爱和保护。因此呢，一家之主、一国之君要勇敢的为了正义站出来，捍卫真理的价值。因此不是为了照不照自己的意思做而生气，而是我们是否都站在上帝这一边而坚持。还有呢，很重要的是，圣经的权柄呢，不是靠暴力或诡计抢夺来的，而是谦卑和牺牲赢得的，一步一脚印的去赢得别人的尊重，还有呢信任。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谁要做领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那我们需要从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要才能够忠心。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如何的使对方照自己的意思行，甚至呢开始用一些不太诚实的手段想要达到他的话呢，哇，小心哦，我们可能就是那个被迷惑渐渐的走到海兽那里去的人哦。其实这个世界需要权柄正确的运作。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赐人权柄去管理他所造的。如果按着上帝的原则去得到和使用权柄，我们可以成为祝福者。这个世界真的需要权柄正确运用才能够维持。但是呢，魔鬼在这方面呢成为仿冒者，他引诱人用诡计，用欺骗，甚至用暴力去得着权柄，以为一样可以管理。但就像是一个专制的政府，外表看起来好像每样东西都是 under control， 其实呢他们正在酝酿着另外一个纷争和动乱。除了属世的权柄，
魔鬼的势力还透过什么方式去拓展呢？其实好多方面他都在尝试仿冒上帝。其他的仿冒包括了比如说 名气、啊、能够成名、啊、那这个路上的兽呢，他怎么样说呢？十三节说，这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使火从天降在地上。哇，这个你要成名吗？搞一些魔术，出一些点子，你就可以成名啦，你就可以吸引到很多人的注意啦。但是圣经里面的美名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的美好的名声是透过好的品格而来的，就好像约瑟他忠心的办事，他得着了美名。还有呢，这个利益，哇，从圣经的一些例子呢，我们看见呢，魔鬼是可以使人发财的，但是呢，这些钱财常常是让人更加贪心和不满足，还有呢，带来纷争和忧虑。但是圣经所提的神所赐的福是怎样的呢？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句话我们要自己好好的去揣摩一下哦。然后呢，魔鬼在尝试在这个欲望上面呢来去、啊、控制人、哦、那这个、啊、奢华宴乐啦，色情啦，其实一直都很容易使人陷入、啊、这种的试探，这种的罪恶。而且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是现在的现代人呢越来越把这种东西美化成必需品。哦、他会说，哎呀，大家都这样啦，不要假假啦，你也要的啦。我甚至是提到我们可以享受美食的，在传道书、啊、但要有节制和照顾到别人的需要。还有呢，如果一个人要真正的享受幸福、啊、性方面的福气、啊、只能在相爱和立约的婚姻关系中。所以我们看到魔鬼呢用另外其他的欲望呢来骗取人的信任，以为那一种的享受是可以满足欲望的，反而是不能的。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更加广大的影响很多人的是思潮，思想潮流、哦、idea、哦、那这个更厉害，它是在文化跟潮流当中来运作，它影响的是很多人。就比如说像同志运动，像相对主义、啊、换句话说没有所谓的真理、哦、你对我也对、啊、相对主义，种族主义、啊、我们这个种族最优越、啊、功利主义、啊、就是人有用才有价值，他没用就没有价值、啊、那这些的思潮呢是影响许多人的、啊、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些的不同的思潮，哪一些不同的群族群、啊、那其实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所提到的今世的风俗、啊、比如所说的第二章二节说到，那时就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们在过犯罪恶中生活，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这个今世的风俗包括了文化，包括了潮流，包括了一些的思想。那基本上呢，魔鬼在这整个的世界运行，他很了解人性，他使世人陷入那种为了权力、名誉、欲望、啊、还有各样的意识形态之中去追逐，那以为自己很享受、啊、以为自己很有理想甚至很伟大，可是呢却是越来越远离了上帝。难怪呢，耶稣说撒旦是世界的王，他不一定像怪兽那么凶恶可怕，却运行在整个黑暗的世界的背后。他仿冒上帝，把该归给上帝的荣耀和权柄呢，一个一个的给骗走。因此呢，在我们看撒旦的数字666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应该以他是某一个个人来看待。666是什么？
历史中有好多哈，好多666是谁的不同的说法啊。一开始有人说是罗马皇帝尼禄啊 ，Nero 啊，因为呢他的希伯来名字啊数字加起来就是666哈，而且他极度的迫害啊这些的基督徒哈。那也有人说是罗马，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啊，有人说是希特勒，甚至有人说是 Bill Gates 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用这个 Windows System 啊，它就可以透过这个 System 来去操控世人。那过去，那当这个巴库啊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有人说这个巴库就是666啊。为什么呢？因为统一的编号可以控制经济。那现在呢，有些美国人呢不想打疫苗，把疫苗当成是666，不想去接种哈。那这些都是我觉得不整全哈，而且是不正确的来看待哈。如果666不是某一个人或系统，那是什么呢？那我们晓得希伯来的这个数字呢是有它的意思的哈。比如说七啊，七代表完全。例如说启示录的第一章。那边提到上帝的七灵哈，the seven spirit of the Lord 是完美哈，完全的灵的意思。但是六呢，差一点，它的意思就是不完全啊，所以666是不完全中的不完全。所以我认为666指的其实是整个撒旦的国，是他整个属灵势力的影响。他透过模仿上帝所赐的权柄，享受和祝福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所以，因着要得着权柄、能力、名气、享受而跪拜受的，都成了666的代言人。弟兄姐妹们，在末后不法的事会越来越多，为真理而战的信徒可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那整个启示录13章呢，提到了海兽啊、陆兽啊、这个666啊，有各种很大的生命的威胁。那信徒呢，受到这些恶势力的权柄的压制啊，甚至受迫害。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该如何的去面对呢？在第13章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劝告。他说：“在此，圣徒要有耐心和信心。在此，圣徒要有耐心和信心。我们要知道，灾害会过去，耶稣会再来，上帝会主持公道，会有最后的审判，撒旦也会永远的被关起来。新天新地要来到。”所以，即使在面对这样子的困难、困苦，甚至挑战、迫害中，你愿意存着耐心等候吗？你愿意凭着信心去盼望吗？你愿意警醒的等候主的再来吗？弟兄姐妹们，不管面对接下来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战胜了，他已经把生命、新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在面对这样子末后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挑战困难的时候，让我们继续有耐心、有信心的跟随救主，跟随真理。让我们以这首诗歌《At the Cross》，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一起的领用这个圣餐，纪念主的牺牲，纪念主的得胜。Thank you.
before us.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这时候一起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有耐心，有信心去面对我们前面要走的路，去面对任何可能来临的挑战跟困难。求你把这样子的耐心信心深深地建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当我们时刻来祷告你，敬拜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的灵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你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成长，可以健壮，可以成为心理刚强的人。你帮助我们，我们在一起要来领用这圣餐的时候，你的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也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来提醒我们，若真有一些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求主来帮助我们回转悔改归向你。感谢主，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在这圣餐当中把你的恩典，把你的福气，把你的教导跟深深地放进我们的心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的，阿们。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这时候凭着信心一起的来领受圣餐。圣餐是为着每一位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们所设立的，所以虽然你现在是在家里啊，你可以把这个已经预备好的圣餐饼跟杯拿好，拿出来啊，预备好，等下我们可以一起的来领受。愿主与你们同在，你们的心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处，都要感谢你，这本是应当的，也是美好喜乐的。你照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又把生命气息吹进我们里面。当我们背叛你，失去爱你的心时，你的爱却永不改变。你拯救我们脱离捆锁，与我们立约，成为我们至高的上帝，并借着先知晓谕我们。因此，我们和你地上的万民，以及所有天上的会众，一同称颂。尊奉主有荣耀的圣名，不住赞美主说：“我们一起来诵读：圣哉，圣哉，圣哉！能力与威严的大主宰，天地充满你的荣耀，高高在上，何塞纳！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全能的父，你是至圣的。”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应当称颂的，你以圣灵膏他，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并宣告拯救百姓的日子已来到。你要拯救你自己的子民，他医治病者，使饥饿的得饱足，并与罪人同席。借着他的受苦、受死与复活，你建立了你的教会，把我们从罪恶与死亡的捆锁中释放出来，并与水与圣灵与我们立了新约。当主耶稣升天时，他应许在你真道与圣灵的大能中常与我们同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你们都要喝，因为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因此，我们纪念你在耶稣基督里大能的作为。我们要在赞美与感谢中献上自己，作为圣洁的活祭，与基督为我们所献上的祭联合，共同宣扬信仰的奥秘。我们一起来回应：基督曾经死了，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必要再来，求你将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也浇灌在所贡献的饼与杯上。当我们领受时，就犹如领受基督的身体与宝血，使我们因宝血的救赎，在世人面前成了基督的身体。求你借着你的灵，使我们与基督合一，我们也彼此合一，并且以合一的心服侍世人。直到主基督最后胜利降临，我们与他共赴天上的盛宴。全能的父，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并在圣教会中的圣灵，所有的权柄与荣耀都归于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让我们一起以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这时候就预备心来领受这圣餐，那已经受洗的基督徒都可以跟我们一起的来领用。主耶稣说，这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让我们一起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圣餐。主耶稣说，这杯是他立新约的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也一样，我们存着感恩与赞美，我们来领用这杯。弟兄姊妹们，这时候我们一起的来祷告。谢谢主，谢谢主，纵然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是很容易，马来西亚也面对着不只是疫情，还有政治的动荡。主啊，我们向你祷告，你的恩典在我们这动荡的世代中仍然要够用，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生命中，甚至也在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家庭当中、家人当中，你来赐福跟保守我们。我们知道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会有极大的挑战，但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大。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以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May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May the Lord mak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May the Lord lift up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Amen. 好，我们谢谢恩年牧师从他的正道当中的一些的提醒，甚至是鼓励还有劝勉，让我们牢记在我们脑海当中，也牢记在我们的心里当中。此时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几项报告。那么下星期的讲员是许慧恩传道，他的讲题是宣教生活化。如果对宣教有负担或者是对宣教 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多多留意，甚至来参与我们下星期的这个崇拜。那么接下来还有小组的时间，弟兄姐妹不要错过小组的时间哦。小组是一个非常重要能够跟大家彼此联系，甚至从这个大群体当中彼此来鼓励，来兼顾我们的信仰生活。那么接下来下一项就是 Gather Town、有些弟兄姐妹或许已经是在参与我们透过 Gather Town 来一起崇拜，那么当中会有更多互动的机会，甚至能够模仿到我们如同在教会当中的这个互动。那么鼓励弟兄姐妹，如果能够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到 Gather Town 当中一起来崇拜，除非线路很差，那么可能就要回到这个、YouTube Live 当中去参加崇拜。好，那么下周星期五晚上，我们同样的有我们的每个月的祷告会，它的时间是9点晚上。好，最后就是如果你对我们的今天的崇拜或者是对我们 Fly Light 感兴趣，想要疑问一些的东西，想要、寻求更多的、讯息的话，能够 scan 我们左手边的这个 QR code， 你会被 link 到去我们的 Fly Light Instagram 当中，以便你能够跟我们彼此的互动。那么右边的这一个呢是祷告事项，那么如果你、有一些想要我们为你祷告的，你可以 scan 在当中，甚至填写一些你想要我们为你祷告的事项，因为我们相信祷告是有力量的，我们团队也会为着你来祷告。那么话不多说，下个星期见，拜拜。